详单位。112年3月份起会班，班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恭请父权人慈悲。全人好，牧权人早安。新丰今天是第二，今天进入爱雄再来这里休息班了哈。那因为第一周的这个休息班刚刚是稍微开始的语文就开始了哈。因为咱学语文就去泰国我知影语文哈。我是办那个青少教育哈，精神班的哈，企业班科联，当然今年也办哈。那当然因为这个科委班那是例行性例行性的班次，那么才好咱修学多一点的机会，一定爱到，一定爱地位，不管是来开发。但是地位缺乏了后，当然就产生讲一丛山啊，山啊若会开花，那伊就无造结果；有造开花，伊就结果。啊，缺乏缺乏，咱有在丛山啊，就产生讲，咱大家吼，一世界，咱所看到的尤其山顶吼，这山啊就好侪了吼，山啊。因为这个山呀，其实也不会呢。各位，咱有感觉讲，一座山栽落，拢上少爱两三年才开始有感觉呢吼。唔过呢，咱个想想呢，咱今日去，咱求得得了后，就参与在个山呀上上。但是这座山呀，爱经过哪？爱经过施肥，爱经过山药啊，甚至爱经过照顾。照顾了后。伊才开始培养感情嘞吼，开花了，结果，但是一步一步，咱详细去甲做一个了解。咱今日要做一个菩萨，要修菩萨道，我呾嘛是爱这个机会。第一，就是咱来得道，得道了后，唔是讲哦，我得道我得成道，袂遐好个啦，吼，袂遐好康啦。得道了后，咱呐，来修道。修到以前是不爱听的吼，所以呢，咱修到遐个机会，当然班个咱想做些班出，大班小班啊，大队，但是哦，班听了讲，哦啊，一年阮差不多办了总教吼，那上好些些下只啦，下只教两百，差不多咱有关对对象，太有变有些些教两百，好唔对，一年。咱若是讲咱来参加咱信仰，信仰，咱来信仰妈祖，来信仰王爷，来信仰咱上帝阿公。我相信想要上帝阿公，一年嘛会请咱去开一拜班，好，感谢安尼吼，就拿到一个，咱快点来拜嘛。我们是咱三不五时啊，有时间来拜，都是有这种信仰，伊嘛无讲叫你来去上班。但是你等于看到，爱人家是台湾就是，无论你这种何地是人才，我欲互你开会，啊开会是啥？不是开智慧嘛？各位，咱来了解，因为
进蒙山中山顶，你甲看迄山啊，迄、那个花啦，绿金金的花哦，我若去到新源山啊，看两遍，迄山啊长，规丛看啊，拢总花，拢无看到一株，而且山啊，拢看到花了，但是规只的花无代表花会生只一粒哦，规只的花无代表会生遐一粒，安尼听无？因为生遐一粒，无代表大粒拢会当互你办着，会你爱成熟的山药，啊，这你有花着无？结果今日你咱伫这个高中，一定爱开花，一定爱顶起来，吼、哦，一定顶起来，顶起无起来，咱要修什么道？要修菩萨道？这你讲，你着听清楚，着信用好啊，啊，我着着多多多上心啊。啊！我着来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，为着就是着地方道，我着到菩萨轮回啦。我着菩萨弥陀这物件，无唔对。你要教人无三教，你一定爱教人无三教的付出。哦，你教人无三教啊，一定爱教人无三教的付出。因为咱今日在赞助是要开业的，咱顶头起来叫做七，七啊叫做无七的七啊。啊！恁各位，无知颠倒错乱，妄想执着，会当成菩萨道的，无可能。但是因为爱一个人当劫，恁长劫以来啦吼，恁拢是这个痴啊。啊，这个痴造成恁啊，造成恁的迷茫，造成恁的沦落，啊，造成恁的堕轮回。现在的痴，迄、那个痴换一个解释叫无明理嘛，无明白嘛，无清楚嘛。这个心完全解释给咱嘛，啊，这个无明理、无明理、无清楚，啊，叫做哪？叫做颠倒妄想嘛，敢是安尼？颠倒妄想，啊，是叫做颠倒妄想。迄、那个颠倒，离佛教上来讲起来，伊叫做哪？叫妄想。哦，执着，离佛教上来讲起来，我叫做哪？修假相。所以等于讲啊。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为菩萨，这就是菩萨啦，这是菩萨哦。啊，众生叫做众念重生嘛，叫做妄想嘛，恁想想这样嘛，不，恁大家拢咧打妄想啊，你若想，你若想，对不对？啊，愈想愈执着，啊，愈想愈多问题，啊，想出来了后，恁的第四相就是寿者嘛。我这条条的嘛，好，我过去的当中哦，何什么人啊，讲出话吼，我要去死，我要去死，我安怎安怎？迄、那个梦想起来以后，去想着过去个代志，这条的，迄一世人，十年、二十年，一世人嘛报应。所以佛陀，当讲出话，佮要证得一切，伊讲出话，讲记载记载，大地众生苦有如来地位不小。啊，不要跟我听好哦！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定，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定。你有妄想啊执着，你要证到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，要证到无上正定正，就无可能啊！啊，不要跟我讲，若能远离妄想执着，你有办法远离妄想执着？无输的，自然的，一切的正天的，迄个无输的，你讲啥物件？你有一个无师无道的地位，自然地，你有一个别人来跟你讲会通的地位，一切地，咱一切都是拢对着咱的思想出来的物件，地思想出来的物件，这叫一切地。自然天天，但是恁知影，就是妄想执着也看不了嘞。来今日，恁听班就是要见到妄想执着，啊，妄想执着的顶个问题叫做哪？我想理想。我想印象啊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你，咱两个后面合一起来，冲突起来叫做众生相，就想做这样。咱两个讲了出欢喜，两众生相，咱两个做欢喜讲出来物件，嘛叫做众生相做欢喜，迄叫做拢叫做妄想的物件，迄叫做我相人相的对立。啊！你偶像就是讲起了心，啊！迄人像就是讲起了境，环境的境。你心对境生出来，就是众生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但是咱无同眼见心不乱，咱无同耳听心不烦。我看到，我心未乱；我听到，我心未烦。我心对着镜了后，我心对镜了后，你按如何处理？一件物件，我听到，我爱要听，你听得欢喜吧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若爱无要听，你听得怎气吧？对不对？吼，是不是拢安尼？拢伫迄个分别，你爱顺你的意思，你听得真欢喜；违反着你的意思，你听得说作受气。拢你个的意思，安尼这两个，顶完众生到五人三十条叫做众生。想到咱这心作脆弱，你敢知影？这个心无够力量，你讲修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一句话就倒啊！你要相信无？一句话你就算不了，一句话你不算不了，无定你一句话你就无出来啊！咱道中有这人有无？有，伊听一世人的道理，听三十年、四十年过啊，但是一句话听不下来，脑壳无出来。听四十年过、三十年过，悠然这心还是脆弱，免想这菩萨，未看这一句话压倒啊！你看看这心偌脆弱，就我拄只讲的。开花，花开到足水个，代表会雕好尔。迄个花开了足水，迄个雕有，迄个花若雕有三分，十分之三，十分之三，着规丛山啊内底足水啊，你听无？着规丛山啊生啊足成功啊。迄个花哦，开个花若有十分之三哦，十分之三，三成雕会好哦，三成有两成会当生产捌个，会当捌着。二三成到米饭的迄个物件，迄个毋是讲结果得会调，迄也有可能得挂了。鸟仔聪明，虫聪明，风太调就挂了。是毋是呢？爱当调皮了，你讲讲。你真正成就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无上正定正果这个物件，确实爱讲。所以不得不得不。这张山伊若无进，我昨去迄个叫，迄个对啊，迄个叫，我昨去迄个叫小杨柳，去边啊一口吃四五分钱。我看因开始黄油啊，黄油你知道无？啊，都用迄个黄粉的迄个，迄个伊什么油我是唔知啦吼。迄开始黄油啊，迄因迄开若无黄油啊，伊较照顾吼，迄开咱调不偌济呢？咱各位姐妹，咱今日接受道理的教育，就是咧甲咱保护咱这个花会当去结果，就是咧甲咱照顾。不过呢，我也甲你照顾，我也甲你照顾，即爱看个人的定义，爱看个人的安那呢，的迄、那个吼，的迄个叫信赖，迄个信任你的对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嘛非常的感恩上天主庇。我咱面对这个时分，会当得到，会当修得，唔过会当变个正菩萨道。唔过你这世人个内底当中，要行过这个菩萨道，你会当成就。但是你行会过未？这都是功夫。你行会过未？你有坚持了有无？你有坚持了，所以呢，过以前过些人讲一句，讲叫做盖棺定论，有无？迄、那个观察看着，当然做结论啦。安尼那是你的啦。迄伫迄个观察，迄个看的，边边的作势呢？边边的听无？边边的作势呢？我作势是歹听啦吼。冻袂过啊，无多啊。我就讲那个，我得安怎安怎讲是对啦？你听得会？哦，甚至的时阵啊，我你看咧，你修到已经修了三四十年哦。到身体康复的时阵，咱讲咧，爱食爱来食牛肉，食牛肉，啉牛肉汤啊，吃到三四十年牛肉汤，你啉袂落去，看到肉片，你啉不完啊，再啉袂落去，唔过你看咧，你看咧思想啊来吼，当然袂落去。印度咧，四十年过印度咧，我讲无知。所以咱一定爱时时接受正定观，正定的提升，安那个人家己，个人家己正常个样。所以咱即句话咱讲，你知无？
他必在之长。啊，别人不会能够靠得过吧？靠得过吧？你是长在好水平，你是长过好水平，这重要呢。人生春熬不了七天喽，你见会袂？所以年纪这个帮助啊，咱邀请着咱这个高阳啊，咱好的单位啊，咱中央书啊，做个样嘛吼，要用定心来破发生事啊，卖用啊，咱用定来破发咱的生事，无定要破发困难。啊，时间任何的考点，会使少用的时间，伫功课内底当中，我拢尽量时间到，我就会切开，因为边讲无好处，啊，我无欢喜。刚才呢，边讲无好处啦，啊，我无欢喜，对啦，啊，所以呢，最好就说，啊，好不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好，恭喜各位哈。